六月，秦岭灵牛开始不约而同地向山顶行进，他们将去参加一年一度的聚会。每年的六月到八月是秦岭灵牛的繁殖期，雌性灵牛在往山顶迁徙的同时，通过排便和性器官的分泌物，将发情信息以气味的方式散发出去。空气中弥漫着雌性灵牛的发情信息，雄性灵牛闻风而动，循着气息，它们一路跟踪过去。七月的高山草甸，不断汇入来自四面八方的灵牛。随着灵牛数量的不断增加，一段充满激情和甜蜜的聚会即将开始。在未来半个多月的时间里，他们将在这里寻找自己的爱情。这是由三四个社群和若干独牛组成的聚会。在一个社群里，雄性灵牛早就达成默契，实力高的拥有优先交配权，但是他要接受来自其他社群的雄性灵牛或者是一些独牛的挑战。只有成功者才能有机会繁衍自己的后代。有时只需要简单的对视就已分出胜负，有的战斗就要激烈一些，战败者被赶走，离群成为独牛。他还会沿着山脊去寻找发情的雌灵牛，游走于灵牛群之间寻找新的机会。这种不停的挑战让机会总是均等的，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是占据优势的成功者，而屡战屡败的独牛没准下一刻就成功了。灵牛选择配偶的这种方式直接而粗暴，优胜劣汰可以让最强大的基因在种群里保存下来，这既是一种繁殖手段，也是利于种群发展的策略。远处的峭壁上，年老体衰的灵牛在默默关注中缅怀曾经的荣耀和甜蜜，而小灵牛们则跃跃欲试，尝试模仿长辈的样子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就是一种游戏，但通过这样的游戏可以学到一些技巧，这对于成年后的他们大有用处。拥有交配权的雄性灵牛开始对雌性的追逐，喷鼻、扬头、卷唇都是他表达爱意的方式。在高山草甸上，在树林里，在峭壁上，都留下了他们甜蜜的身影。秦岭这座古老的山脉也见证了他们的爱情。